这十七天里面，我们大概也做了快，加起来可能有20首的作品。我也欢迎你来一起参加这个演唱会，然后听听我们的音乐，感受一下我们自己在节目里的氛围。因为我们的故事其实都是有点围绕在这几个人身上，所以我希望你能到现场来感受。TVBS 42台每周六晚间8点为你唱情歌。